你蛮喜欢梗犬的哦。对。你对梗犬，爱梗犬，你对梗犬有一定的。哦，就你就是，他第一次这样，对，没事，因为他第一次看到他被牵起来，没事，好了，没事，我、是来教你们要相亲相爱的、对不对？你没事，不用怕，没事，是苦龙是会凶你，所以安可要来。我先看一些状况哦，目前状况还可以。他们是都还好，等一下，他又想要弄他，谁要弄他？好，就是他如果一看，他就会生气，然后想要咬他，然后他要尖叫，然后他漏尿。没事，干嘛？好，没事啦，好，知道。有他，好了，知道了。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哦。没事。好，因为你，没事，好了，没事。哦，因为他这种就是说。他在叫的制止哈，跟他讲没事，这种语气跟那个就是没有到制止的效果了，因为他那个没事听起来跟好棒意思是一样，那种语气是一样的。对啊，乖。你每次都不要去凶他，你知道吗？阿狗来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绳子给他放在地上。放地上，你帮我拿着这样。我弄呢，弄，没事啦。那上次蔡大哥带他，他也超怕。对，我没有要带他，我只是牵着他的。因为这种情形，跟那个服从训练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一只服从对我很服从的狗哈，他也不理解说。不能去修理他，他只是针对我而已。我现在是看他的一些状况。我先让他自由的那个。虎狼。他很紧张。好啦。你有没有那个狗食给我？有。或者好吃的那个。要暂停吗？好，暂停一下，我们不要摸你哈，因为摸你就很害怕哈。东西吃掉了。没有在这里。你拿走了是吧？对。你喂它吃一下，看它会不会吃，是不是？给我坐下，快！它现在无法，妈妈给你吃，好，你吃。乖宝贝。过来，奶奶再来，你再。再去拿一个。我让它走一下啊。乖呀，不要凶就好，我瞪着你啊。对，一样哦。我的那个。力量是一分力、五分力、十分力，这就是八九分力。一样哦。他很怕人家看他。好嘞，来。好，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这个中毒很深啊，这台电脑哦，这方面的那个病毒很深哦。我们现在在帮他清毒哦，不是说一次就可以清完。他今天会累死。代替我们的手摸他一下，第一个也保护我们自己，一方面也是让他感受到说，他稳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妈妈在舔他的感觉哈。他小时候还是在怎么样的没社会化的狗，都被妈妈舔过。他有没有咬过他？就是昨天就没有咬下去，可是就是整个扑上去要咬啊。他只能坐，他还是有克制力的哦，没有说真的那个。来，
耶，他比较稍微顺服一点哈。你看他现在，如果我你是我了，嗯，刚刚他在凶他的时候，比如说你让他们相处的时候，我就绑一个绳子，我随时他在凶的时候，我随时可以把他牵起来，嗯，就我刚刚那个方式，嗯，他就知道说，哎、欸，你不喜欢看到这种行为，嗯，而且他会立刻受到一个那个适度的这个修理，嗯。他才深刻体会到，你跟他讲说、啊、不行，不要，你刚刚那边就要过来，来嘛，嗯、你光那样子的那个叫法哦，嗯，就是他还是站在一个比较，你不是被动，他是、嗯、你是被动的，嗯，我是要主动就把他拉过来，你看我现在也没有强拉，你没有注意看、嗯、来。好，来来来，我跳探口拉一下，我就松一下。来，哎、欸，他不拉我就那个，你看到？嗯。我刚给他拉一下，啊，你为什么刚刚在那边会这样？就是要给他拉一下，嗯，松一下，拉一下，松一下。来来，你看这样开始来了，来来来，啊，要拉一下，松一下，我不是全程一直给他。嗯现在是在跟他玩吗？我在摸他，不是跟他玩。哦、oh. 我是代替我的手摸他。哦。他连嗯，他对声音很敏感。嗯。来，这个像妈妈的舌头了。嗯。轻轻的哦。嗯。来，来来。通常他到你这边以后，嗯，会比较凶，哦，靠妈妈的靠山。可是现在他忍耐，他知道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人哦，不好惹。对，越凶他的得到的这个相对的惩罚是蛮大的。乖呀，啊，他比较怕陌生人的手，所以我们一开始不要给他太大的。嗯。后来发现也没什么，其实我也没有要怎么样哦。嗯、哎呀，坏了坏了！哦，他这边，你注意看这边哦。嗯。他这边会比较凶。嗯。来，哎，你注意啊，他知道我还是要。好乖，好乖，来来。这，坐下。耶、yeah!。好，好，刚刚那个这只骷髅哈，对陌生人很不爽，而且他也不想再出来面对我。啊，刚刚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矫正，现在有主人亲自把他带出房间哈。哎，他其实也蛮顺服了，就是他也没有那么怕我，而且觉得说我根本没有要怎么样，只是他凶我才会对他更凶这样子而已哦。我也没有要他对我去亲热，也不需要他来跟我这个，服从都不要，就是你不要凶就好。啊，刚刚他，你看他有没有转变蛮多哈、哦？就是因为我刚刚那一下我没有退缩，嗯，一般人啊，就，哦，就是给他这个跑掉了，或是说啊，这样不要这么凶什么、嗯，我根本不讲话，我这是用他的力量，他妈妈以前教过他的。你知道他这个力量，我刚给他施过的那个力量哦，是他妈妈有教过他呢。他想起来，小狗有时候在小窝那个窝里面哈，
兄弟姐妹碰来碰去，那个五分力就已经兄弟姐妹教过他了。他眼睛还没张开的时候就已经会了呢，挤来挤去，哎，他挤我一下，我就要去碰他一下，就开始玩。好啊，他们有时候要跑出这个小窝，因为妈妈都不让他们跑出去，危险嘛。本能会把他嘴巴这样喊一下，那个就是十分力哦。他都会想起来哦，你这个东西不是啊，你当他的妈妈。不能永远当成妈妈，就你要当成狗王啊，偶尔啦，那个力量要出来了。好，因为你只有妈妈的感觉，帮不了他呢。你看，我们当有妈妈那个狗王的感觉的时候，因为你只有给他一分力，然后五分力跟他玩啊，他好乖啊什么，可是你没有那个十分力的制止过。好，你再带一次。哦，我看他会不会乖乖的再走出来哈、哦。刚开始他都不愿意再来面对我哈、哦。嗯，很棒很棒。嗯，没有错啊，你是个爱狗人士，他表现好的时候，你这种口气是非常棒。啊，你刚刚他不出来的时候，你跟他讲说啊，出来嘛，出来。事实上对他而言就是啊，你好乖哦，好乖哦，在那边待着好乖哦，不要出来。他也认为是这样子哦，就是我们人的那个力量的意志要胜过他哦。